宋宁，怎么还叫上全名了？因为我认识的宋宁哥是不会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坏话的。背后说人是不对，但我就是觉得孟海绵好心。别人怎么没安好心了？他肯定就是对你有想法。你想哪儿去了？人家就是把我当学妹，而且人家有一个喜欢的姑娘，只是没有表白而已。 你见过那姑娘吗？没有，又不是我们学校的。那万一是她编出来让你放松警惕的呢？你怎么把人心想那么坏呢？因为是你，所以担心。那你用担心的名义让我难堪是吗？我也不想让你难堪，我只是怕你疏远我。 宋年哥，我现在进了大学，又进了学生会，每天事情很多，当然是会忙起来的。我知道你忙，但起码让我联系得上你，行吗？那我尽量每天早点回去，给你说个晚安，行吗？ 说话算数，算数。这还不明显，他吃醋了。为什么吃醋啊？哎，傻妞，他喜欢你呗。这光天化日的，你别乱说。他看着你眼里都冒星星了，还用着找我乱说？素年哥对我的喜欢，就是。 就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喜欢，你喜不喜欢他？我们之间，能不能别说什么喜不喜欢的呀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作为情感专家，我要给你一点爱的启蒙。给你出三道情感测试题，你别过脑子，直觉回答。首先，先在你的脑海里浮现出张琪的大脸。为什么是张琪的脸呀？有对比才有真相啊。 好了，第一题，你见到他会不会开心呀？还行吧，跟见到你差不多。第二题，见不到他会不会难过啊？不会，但会有一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他嘴贱被人揍呀？有理有据。那第三题，如果他被别的女生抢走了？ 你会不会生气？哼，佩服呀，女中豪杰，为民除害。那我们现在把张琪的脸换成素年。你见到他会不会开心呀？见不到他会不会难过啊？如果他被别的女生抢走，你会不会？你干什么？疼不疼？现在还不承认喜欢他？承不承认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想不想做他女朋友啊？那太尴尬了。尴尬什么呀？两情相悦就得在一起。你现在想想。 如果他表白了，你会不答应吗？他不可能表白吧？你想让他表白吗？云山，你渴了呀？ 啊，对对对，渴了，渴了。哎，那个传媒大学主持人，请我们喝个饮料呗。啊啊！你们想喝什么？哎，我也去。不，你不渴，走，你不渴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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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哎，你手伤了，我来给他抹药啊！去，手伤，快快快，拿！宋年温，你受伤了？小伤。那我给你抹药吧，你快吐过来。 伤哪儿了？这边。疼吗？不疼。疼你就说啊。 要不你把头发扎起来吧。怎么了？哎，我有点痒。疼都不怕，你还怕痒？可以了。我还没吐完呢。我好了。四年哥，你怕痒是吧？ 你就怕痒，我筋起来了，你怕痒？怕痒？啊？还闹吗？不，不闹了。 抹的怎么样？哎呀！我还是口渴，我去厕所啊。继续，继续。我也去。